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？小明，你是好人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坏坏的男生 ，sorry 啊。你确定要学坏啊？嗯，我要学最坏的那种。最坏那种哦，要进我们的黄金边边配套的哦。Brother， 你有钱没有？你薪水多少啊？关你卵事咩？这里有没有你的10倍到20倍？这个呢是阿兵 starter pack， 每个进黄金平面配套的人哦才可以拿得到的。你明天正式上课啊，还有啊，记得换这个 polo T 啊，这些东西啊全部带来。如果没有带来呢，扣分啊。还有，我们这边哦没有包的、啊。OK， 谢谢老师。那，身为一个称职的坏男人呢？学追女生哦是最基本的。当我们看到很美的 fall 的时候啊，我们追他们哦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爽，可是他们内心哦肯定是在暗爽。说不定哦他们下次出门也被追啊，他们会检讨自己哪里打扮得不够飒。你示范一下。燕王，你以为在妈妈我的没追到这样，你的追太落太短了，要拉长一点。这样长一点，再来，差不多了了。我跟你讲，锯呢，对女生来讲哦，是一种肯定。你锯越多呢，他们就越爽，没有人会嫌多了这种东西。如果他们转过来看我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准备一条香蕉，你就要问候他。哎，小姐，一个人呐、啊，要吃香蕉吗？你要记得，击败啊，赶紧拿击败，机会呢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来，正所谓哦，饭后一支烟，快乐像神仙。虽然我懂抽烟是对身体不好，可是哦，如果你要当一个称职的坏男人啊，你一定要抽烟。如果你不抽烟哦，你懒觉站不起来哦，更加下水。我跟你们讲啊，18岁以下的人哦，千万不要给我抽烟啊，不然啊，干你呢！你不要看这支烟哦，跟你一样小小子，我们抽烟。也是很讲究，讲究什么？度数。正常人抽烟呢，90度直直喷。伤心的人呢，低头45度喷。寂寞的人呢，抬头45度喷。好像我们这种坏男人呢，不一样，咬住一边讲话就一边吸，就一边喷，千万不要跌下来。如果跌倒下来呢，就 fail 了。来，你打了一口，烟王，烟都抽不好，还讲要学坏哟。我刚才是从这个文具店子烟开始，你试一下打，小小口慢慢来啊。怎样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开始变坏了？好像有哎。有就对了啊，你继续抽，你看住自己的样子继续抽，你看住你抽。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谢谢老师。哎，感恩呢，一支电子烟才几多钱？我知道很多种口味可以选，你的薪水又不是我的10倍20倍咩？这样都要偷。喝酒这种嗜好哦，我们坏男人啊一定要有，不用假假喝，他好像很厉害这样。
喝到身体啊有酒味就 OK 了。你喝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喝了酒哦，千万别给我驾车，不然我干晕你。我有叫你停没？那来到学坏黄景平们配套的最后一堂课呢，我相信你跟我学了自己堂课过后呢，外面阿莲哦一定对你挂看项目。你有屌过出口吗？没有哎。鸡排懒叫哦，姑姑们，干你呢？没有。第一情都没有看啊？妈妈讲不可以看。冤枉哦！我知道你要学这些，对你来讲是很辛苦。不过不用紧，我教你一招。啊，你跟着我练啊！你阿妈，你阿妈，七一八一，七一八一啊！对，你把整个连起来，快一点读给我听。你阿妈七一八一，要给我感觉要有木，你难呢，快一点火木。你阿妈七一八一，你阿妈是很好，七八一太硬了，再快一点给我感觉。你阿妈七一八一，再快你可以了，七一八一。你阿妈七一八一，你阿妈七一八一，你可以了。你阿妈七一八一一。燕王，我一开始看你哦，因为你真的是很有天分，看来我真的是看错人了。你自己回去想一下，当初来这边学坏的初衷是什么啦？亏我还在用心栽培你。不可以，我答应过妈妈不可以骂出口。你不骂出口怎样学坏？还要去学人家靠女，吓死我们男人的脸啊！呸！怎么要打我啊？我看你这是不敢的啦。烟又不会抽，鸡又鸡蛋不三不四，鸡巴又不会骂，回家吸妈妈的奶啦！呸！来呀，打我，来呀！娘妈鸡巴呀！那、啊，这个是你的阿兵证书，恭喜你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学坏黄金对面配套课程。谢谢老师，我真的是为你感到很开心。不如我们来一个大合照咯。嘿，小姐，一个人啊？要吃香蕉吗？他妈鸡掰，害羞人啊！谢老师，你要 resume 拿回去啦，这边不用看 resume 了，你们大学妹这边，哎，等下帮我关灯啊，走的时候。你不急。谢谢老师。哎，感恩你，我懂一支电。哇 ，sorry。干你呢！谢谢老师。喂，干你呢！我懂一支电子烟。一支电子烟几多钱？一支电子烟特地啦，跟你讲。一支电子烟几多钱？一支电子烟有几难进？哇，你还真的是喝到完哦。不骂出口，我不骂粗话。我不要那的。我只是说子宫阴茎睾丸。我想想，我想教超坏呀。小明，要靠雷不一定要学坏的，所以跟你讲，骂出口就靠多雷了哦，要抢心的嘛。都什么年代了，阿明不能的啦。你在哪里学的？在山顶那边跟黑毒蛇学的。哎呦，要学靠雷是吗？姐姐教你啦，女人比较了解女人的嘛，要不要学？要，我要学。这样第一堂课，姐姐教你吃棒棒糖啊。